底基我讲多久了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底部爆大量嘎空拉回，你敢不敢买？平板下221.5买，买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赚？立即创新高，涨停板创新高，4968，这是月线够不够低？这是日线，不是宇哥臭屁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最近操作真的是屌。欢迎收看飆股智囊团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啊。今天台股收周线，事实上呢，昨天收的是二月份的月线，因为昨天229啊，那月线的部分二月是收一个大长红。那今天三月第一个交易日，台北股市呢，哎，这个留了一个黑 K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开高涨54点，然后压下来是一个黑 K。不过 OTC 的部分来讲的话呢，它是属于红 K 的。好，我们来快速看一下，大盘今天3月1开盘第一天日线是收个黑 K， 好，二月份的月线啊，对不起，它是收个大长红，这个月线好，周线那是连二红，这是大盘的部分。OTC 周线三连红，而且是大长红。好，日线也是红的，那月线更不用讲了。啊，二月份的月线也是大长红，看得出来啊，内资啊比较爱钱，啊，拼命抢，拼命抢，拼命抢。所以记得我跟大家讲。要选对族群，拉回要敢买，创高要思维，好，你才能赚。记得不要赚指数赔价差，因为轮动速度很快。好，来神盾，从中价已经嘎到高价股了，那现在还会不会涨？你预期现在买神盾，以今天这个价位你想要获利多少？这个都是你要 去想的。好，108块，109涨到307块钱的，还要它能涨多少？好，神盾嘛。那我告诉大家，我说你想做的或是有的，你赶快来找我。好，我一直跟各位讲，我相信很多人有神盾家族的啦。啊，记得我讲的，老师啊，神盾家族我自己会做就好，啊，没有这么简单。你拉回你敢不敢买？251.5块跌停板我带你买。很多人不敢买的，跌停板251.5买啊，隔天就涨到276.5啊，直接涨停板了。从跌停板到涨停板，那个天堂到地狱啊，也不过如此而已啊。天堂还有南天门嘞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涨停板之后还有一根涨停板嘞，251买，涨到300块钱呢，全部获利入袋，布局神盾第三，你敢不敢赚？我问各位。接下来我要买神盾第三，你敢不敢赚？先问问自己啊，跌停板神盾你敢不敢买？因为神盾从108涨到307块钱了，这个地方你要让它直接大波段操作很困难。可是如果震荡拉回的时候，你要把握价差的一个区间操作，所以才跟你讲，快速获利入袋，才几天而已，快50块钱了。这放口袋里面的哦，对不对？来，老师啊，那神盾第二呢？你一直跟我们讲神盾第三，你敢不敢赚？你一直跟我们讲神盾第三，那神盾第二呢？我有没有跟各位讲，我说利基就是神盾第二，
我也不跟你遮遮掩掩，我就告诉你，他就是利基第二。因为神盾那个时候，很多人说啊，他赔钱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本益比太高，没有 EPS 啊，没有 EPS 嘛，所以等于没有本益比嘛，是本梦比嘛，啊，所以大家就放空，就被嘎嘎一路嘎上去。神盾家族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说利基，我把它定义成什么样？神盾第二，不是说他跟做跟神盾一样，而是说他会像神盾一样，等到都上去之后，大家都会来讲啊。我现在问大家，我跟你讲神盾第二，你平盘下你敢不敢买？我二月二十六号那一天，我当天我跟你讲，我平盘下221.5，我买神盾在这里，平盘下221.5买进。对不起，利基4968利基，平盘223嘛，我买221.5嘛，讯息就发出来嘛，我说问你，你敢不敢买嘛？我现在回过头来问大家一点，你敢不敢赚？你敢不敢跟我赚？我公开告诉你，是神盾第二的利基，我还说平盘下面买，各位。这个才叫操作啊！不是说今天莫名其妙给你一档新的股票，哎，这个讲多久了？有没有？你拉回敢不敢买？拉回你敢不敢买？问大家嘛，你平盘下敢买吗？就是你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你来跟着我做神盾第三。我现在问大家一句话嘛，拉回你敢不敢跟我买？你敢不敢赚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神盾第三名额有限，这都给各位看啊，白纸黑字都给各位看啊，亲爱的。来，礼拜四昨天我是不是告诉你8996高一271.5附近市价买回？你看高利就好，来你自己看。今天早上293，你看清楚，你敢不敢赚8996高利？礼拜四271附近市价买回，我也直接公开告诉你了，286短线获利入袋了。老师啊，涨到292293呢。各位，这个行情就是我讲的，你不敢买，创新高你想都不要想，你管它涨了293还是393，你要能够271去买，然后轻轻松松两天的时间，昨天买今天我就带你赚，好快乐。我问大家，你跟着我是不是跟着赚钱？我白纸黑字，虽然长官三令五申告诉我们说，啊，不能说什么用这个夸张的方式行销啦，什么大赚啊，什么精彩，什么一堆啦。我问大家一点嘛，这是不是事实？这是不是事实？我带你赚钱是不是事实？事实为什么不敢讲呢？对不对？我没有来行销你啊，我没有说你赶快来找我啊，我说你想赚钱的，你敢不敢赚？你敢不敢赚？拉回你敢不敢买？各位，我昨天公开跟各位讲，我是271.5附近买回，我给你都不见得敢做。你没有，你自己高利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啊，两天的时间，就昨天买今天就卖，我就卖掉。老师创新高，创新高，拍拍手，准备买怎么样？神盾第三。
准备买神盾第三，你敢不敢赚？我再告诉你，你跟着赚钱，你跟对人赚钱，你跟错人呢？老师，我不敢买。老师，我这个股票很多，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，你赶快来找我，我来帮你做持股的一个转换。你要全力锁定我们的神盾第三，所以我问大家嘛，来这个市场大家都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这边、哎、老师啊，看着创新高哎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卖在287。啊，又涨到293，就我常常跟各位讲，我每天在吃面，我醋喝多了，酸言酸语，不需要听，根本对我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就是扎扎实实赚钱放口袋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钱买了赚了放在口袋里面才是实在的嘛。所以赶快跟着我来布局神盾第三，我就要问大家。赶快来布局，你要不要赚？你敢不敢赚嘛？对不对？来，有没有之前你看高利获利入袋转联军？我之前做过一次高利获利入袋转联军，2月15号的时候，你看2月15卖高利，你才有钱买联军。你有钱买16号就涨停板给你看，15买16就涨停，昨天买今天就涨停，昨天买今天就涨停，昨天买今天就涨停。各位，你的资金有没有办法，有没有办法这样子高利获利入袋转联军，买完之后2月15买联军，2月16就涨停板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做，然后再带着你再创新高再获利入袋，获利入袋之后怎么样？再买回，火烧连环船，一棒接一棒，一路赚一路赚，又涨停，轻轻松松又涨停。老师啊，涨停板呢？涨停板很好，全部获利入袋。各位，我都还没跟你讲，我们大波段操作，你看下面大波段来6669Win，来，各位，它是不是创新高？所有 AI 指标股当中，我从去年就跟各位讲，去年9月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，我说我就是看好微影，它是不是两次都是领先创新高的？你自己看嘛，微影有没有嘛？各位，对不对？我们小编坐在这个地方听我讲微影，听了3-4个月了，今天创新高给你看。当然了，其实大家我知道，大家股票很多，大家都会去想。那我所以跟你讲嘛，做新的嘛，神盾第三嘛，你赶快跟着我做神盾第三嘛，对不对？永德有没有高速传输的？我是不是带你现买现赚涨停？然后呢，隔天震荡，我说让它洗，洗完就涨停，涨停完之后229、79元附近获利入袋一趟。你看3689永德就好嘛，卖得多漂亮，昨天79块附近卖一趟，最高到多少？793，昨天最高793，我卖79块钱。重点不是在于说我卖的好像 很棒很漂亮，而是你跟着我，你的资金就是活用的，79附近获利入袋一趟，你的钱又活了嘛，活了做什么？老师啊，活了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买神盾第三嘛，你敢不敢赚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全村的希望 TVC 全组会员都有，全组会员都有，你就是抱着就对了嘛，全部组别都有嘛，也就是不会落高，大家都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全部组别都有，那涨停板那你才开心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另一档低价股，我也直接公开告诉大家，就东杰8064东杰了，主力库存创新高，东杰主要是 CoWoS 智胜，它也是这个智胜跟君豪联盟打群架，所以接下来留意东杰了、啊、但无论如何我跟各位讲嘛，我说其实股票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做下一档，前面已经给你看神盾了，对不对？
神盾第二，利基我讲多久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底部爆大量嘎空，有没有拉回？你敢不敢买？平板一下221.5，买买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赚？你敢不敢赚？利基创新高，涨停板创新高，4968，对不对？这是月线，你现在看利基这月线够不够低？这是日线，不是宇哥臭屁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最近操作真的是屌，关键在哪里？拉回要敢买，创高要思维，要害怕，要先出一趟，你的钱才会越来越多。那你跟着我赚了一档、两档、三档、第四档，你一定全力重压，重压上去之后你就是大赚。所以前面你都没有赚到没有关系，可是你看到了，接下来怎么样？跟我重压，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这个你千万不能错过。神盾第三，下个礼拜我们要全力布局，好不好？你敢不敢赚？赶快来电话报名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天天都有涨停板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